就爱王心 X 比赛顺便劈腿，王心恬和两男同框秀奖牌。大柱小林志玲名号走红的帝王心恬，长相甜美，身材火辣，一双笑眼电力十足，被爆出与姚元浩交往，其实并不会让人太过意外，因为他喜欢的异性类型就是阳光型的运动健将，而姚元浩正好就是这型。不过王心恬过去曾与永江男友吴念平交往三年，结以论及婚嫁，但交往到第三年，也就是在2014年时，却被爆出他双脚踏双船，已有吴念平，却同时还跟星河工业富二代赖俊龙 Jason 牵手约会。讽刺的是，王吴赖还曾组铁人三项比赛，昔日战友成了表兄弟，最后王心恬也未再与两男继续交往下去。之后王心恬虽然仍是追求者不断，不过一路以来却遇到不少烂桃花，特别是去年2017年，连有妇之夫都毫不掩饰地追求她，让她不堪其扰。